哎，轮流轮流安安，午安啊。哎，Q1666，啊，Q1666，午安。还有 BG Young，哎，BG Young 怎么觉得好像很久没看到？BG Young 午安，下巴水没给拿，想吃饭可是懒得出门，自己在家里煮啊，买面包啊，煮泡面啊。像我煮水饺，所以我没出门。还有赤井午安，下巴水没送啊。哎，狼七八五二二玩，五安五安不是玩。The wrath of the primordials. 30秒不多啊，而且你知道，我后来观察了一下。啊！您在寺院路上？对啊，就左手边那一排，你就沿着走下去会看到。就是啊，啊，就学校旁边那一条啊。哎，卡卡卡卡32237零，午安。还有，刚吃饱还在刚刚开台，运气很好，不错，赞。我原本想说，不是前一阵子说想要跳到 Hip Bus 嘛？因为我后来观察一阵子，我发现 Hip Bus 是除了延迟这一点以外很好，但其他目前都还算很不稳定。最麻烦是 DA 他们说的实况会被切的乱七八糟，这对我们这种要后置剪就是剪。把那个影片上传会很麻烦。对，我还是暂时先待在 Twitch 好了，延迟30秒就算了，不管它，就30秒嘛，好不好？我们就相隔1分钟的对话。好啊，不是下巴选就不看了，再见。哦，每次太久没玩，都会忘记玩到哪里，都不知道在玩什么。比较好吃。Thank you.
不要啦！干，你要怎么上去啊？嗯？问号？你家，反正大家都知道名字叫什么。哎、欸，小烈，阿兵哥玩。阿兵哥，我毕业了，我快要追随你的脚步了。卡关啦！PS 啊，没有买。因为现在才刚卖，也没几款游戏，虽然我还蛮有兴趣的。是感觉好像毕业啦，可是我证书还没有拿到。拿到证书之前，都是未知数，搞不好我刚刚学期末成绩干嘛被当了，我就毕业了。我操嘞！刚刚来个人跟我解释一下，我现在要干嘛，好吗？卡关啦！卡关！哎，有没有游戏一开始就不知道干嘛的八卦、啊？但我不知道，哎、欸，救命啊！一个光头被困在孤岛，不知道去哪里呀、啊！狗屁啊，重点是就算我要老马也不知道去哪里老马好不好。屁啦，我不要。哦对了，那个聊天室啊，以后我会用现在这个样子，就是我这边一样会显示我原本在用有中文字的那个，是方便我认名字而已。但是我实况上面我会用现在那个，因为它那个是实况软体直接，它不像去，它不是用去背的功能，它是真的就是一个聊天室丢在那个萤幕上面，然后背景是设定透明的，所以画面会比来又去背来的还要漂亮。请收集材料，是不是？干，我在眼前所望都是一堆铁块啊，还有一个光头啊，跟木材啊。What the fuck?哎、欸，哎、欸，我刚刚做了什么？按住 L2 发动。嗯嗯嗯。安安 DD 29402151，按住 L2 然后嘞。这么久没玩，谁会啊？我操嘞！然后嘞，报告，报告学长，这样子我还是上不去啊，有个屌用，有个屌用啊！
我现在是遇到 bug 了吗？这是 bug 吗？这游戏怎么充满了 bug 啊？哦，干嘛烦的要死？干，我大胆推测，这又是一个逼死人不偿命的关卡。快逃啊！我居然没死掉欸，我还有那个我干干干干哎呀不要在那边闹我的欸，我现在人在哪里？我现在人在哪里？我怎么看不到我自己在哪里？欸，这只我现在都看不到我在哪里，这要怎么打啦？哦哦雷，现在没有翅膀，好像没有欸。Oh shit!哎、欸，其有可能就这样嗝屁。哎呦，这个很难躲哎、欸，妈的！干，这已经是太久没玩了，那一开场就快被虐杀了，是怎么回事？
看连那个招式都不知道怎么放，要怎么打？这能升级哦，还有一个没拿到哎，各种吹捧啊，哎呦，还有茄子丸。哦，所以补谁？哦，真的很帅，那个，这样有没有？啊，万。物理，等一下，等一下，等等，这真的不能开玩笑啊！真的在看到实际以前，我真的很难觉得，很难感受到 PS4 的画面又进化到什么水准呢？因为我觉得 PS3 的画面，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很多游戏还是很凶猛。哪上得去啊？真的可以、欸，但不过是光头王啊。哦，哎，等一下，哦哟，都你了，怎么烧毁熊猫通通烧毁，害我在看聊天室，人家妈的！这 PS3 啊，没有 PS4 啊，你要赞助我一台吗？呼，什么东西五倍啊？什么五倍只狙一次？你的光都没玩高。我们有一种现在在玩刺客教条的感觉。Assassin。很简单啊，那你拿一台 PS4 来跟我换，我这台 PS3 换给你，然后你拿 PS4 过来，怎么样都是我赚，太好了，观众人真是好，最喜欢开实况了。
降零九一五五安。什么？我不要！我有个妹妹已经够累了，带了个弟弟，想逼死我吗？啊，干什么？哦，好险，我眼明手快，哇操嘞！干！他可以有点强。怎么？我才刚玩呢，就快没电了，搞屁啊！鞋子白，我操嘞！我操嘞！哇，变强啊！等一下哦，关于遥感没电这档事啊 ，OAOV， 早安雷猴啊，让我瞧瞧另外一只遥感有没有电啊，不然这怎么玩啊？要关好，是关机控关闭这只控制器的电源，如果关到主机电源，妈干，就哭啦。你懂吗？就要哭出来了，哭了。五倍耗电速度是要干嘛啦 ？PS3 是有什么毛病啊？让我好好的打电动，真的很过分吗？不会啊。啊，另外一只摇铲 ，Go！ 我好久没用了，摇杆好脏哦，看一下。电力满点，哎 ，good， 差 e n o q， 安安，在地狱深渊中锻造，唤起痛苦回忆的双剑。今天没办法有啊，五点上班，干嘛？我要上班就不能开台吗？不管了，就算要上班，我还是要打电动，谁都阻止不了我。哇！哇！安安 DTV 0204，还有悠悠路321。你知道我真的觉得实况了一圈下来啊，就是到现在快两年了，虽然有那个中文 ID 有没有，但我还是觉得在实况的时候就是要看这一种英文 ID 最有感觉，就最像啊，念你们的 ID 啊。可以啊，你可以挂我的实况来听声音就好啊，有没有用听的，然后再打咯。然后我如果知道你听挂我的实况来打咯，我一定说小心上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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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被 gank， 上路上路
下路快回家买装，下路快买装，装路销，装销，装销。哎 ，gank 来了 ，gank 了 ，gank 了！不要戳破他，这是游戏设定啊，没有办法。电脑会 lag 啊？好吧，那我也没辙。QQ。没有啊，像你，我刚刚就看到啊，茶叶蛋，你跟那个 EO 的 ID 就很像啊。那是因为我现在还有开着之前在用的那个中文的 I 那个聊天室，我其实有开着在另外一个你们看不到的角角落，不然的话我还真的认不出来你们两个 ID。不会啊，我都边挂实况台边打流喽。我操嘞！快逃啊！哎哎哎哎！还有JACKY861，Jacky1，我干，这真的很难躲哎！哦，对啊，然后我顺便跟你们讲好了，我之后会很应该就会比较少在这一个，就是你们现在正在看的这个实况台开台打撸。我如果要打撸的话，我会开在另外一边，有一个专门打撸的实况台，我想做区分呐、啊。那网址在哪里？去那个粉丝团上面都有写。啊！不要啊！干！哈哈哈！电自己人，笑你雷！我操！对对对对，大家都第一次来哦，你们都讲不腻，我听了都腻。为什么能看到我的实况很感动？我一直都活得好好的，我实况还是有开啊。没有啊，有一个啊，我等一下要收台前再跟你讲好了。哎、欸，没有啦，就是那个我专门打漏的实况台的网址是这样。这是我专门打实况用，对，不是打实况用啊，专门打漏用的账号啦，就是对。然后我想说，就是就好好弄一个实况台好了，就不反正因为之前都很忙啊，偶尔能开就千幸万幸的，所以就随便乱开，做作业也开台，打撸也开台。然后我现在觉得，哎，比较有空一点，可以做一点区分的。当然了，我有可能只是今天在，哎，我跟你们讲，跟你们讲，我今天大便大了一个爱心形状的大便呢，然后再开台放照片。这也不是不可能。Hitbox 我比较应该不会，暂时还是不会用，因为 Hitbox 其实还蛮不稳的。不要想象奇怪的画面啊！要干嘛？哎、欸，这塞得进去吗？问题是这个要干嘛？
平时都看不到，放寒假了，应该比较有机会看的吧。啊，干，他就这样走了，我操！啊，小啊！阿基米德，杰出的发明家和建筑师，最后屈服于复仇女神的疯狂行为之下。真的很难讲话，那个。讲话嚼舌根啊，就有点难。哇！哎 ，what it？呵啊呵啊呵啊！那霸气十足，很像那个霹雳布袋戏，有没有？要这么改。阿基米德的火炉，下面的火炉没有温，没有点燃，温度很低。现在意思是要我给它燃烧起来就对了。OK， 交给我，小意思。哇！加血条咯，血条快满了。嗯？哦，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这个要干嘛、欸。哦，这个是啊、哦，这个是那个，这个是那个。那个叫什么、啊？点火器？不是啊，那个是火种啊。看懂了。啊！干！烧毁！好险，我到现在没看那个影片，我真的是看不下去，我觉得太低能了。真的觉得看不下去哦。我知道这个要先点燃。昨天还前天吧，在上班的时候啊，我们厨房的一群小朋友就在那边烧毁，然后烧毁讲完之后，他们就会阿弥，超靠腰的干。都会啦，应该说都会啦。哎、欸，瞎火哟！What the fuck, say？难道不是去直接去点燃那个？这边也可以烧吗？
干，我决定了，把他拉过去试试看。不对啊，在这边烧好像没什么意义。在这边烧呢，会整把球撩撩吧？啊！望线上直播练习英文的时间，六探开台喽，赶快去看哦！对啊，这我可以拉走了吧？这边已经熊熊烈火。阿明，哦，原来如此。哦，那个出头，晚安雷吼，哎，不，午安，不是晚安，午安雷吼啊。哦，雷，哎，不要喷啊，好烫啊！啊，这会让我觉得麦当劳被那个薯条的油滴到，好烫啊，好烫啊！然后呢？这次按复原会变成这样。哇，我好强啊！好强啊！哦，干，这，等一下，这可以过去吗？会阵亡吧？问号，然后呢？我现在要干嘛？修啊啊啊啊啊啊啊！我知道，我知道，要回到那个对。啊妹，我干，怎么有怪？啊！不能啊！再扒人家就死啦！哎，叔叔，这不是 PlayStation 4的叔叔吗？呀！哎呦，靠！头骨，哎，那个脊椎骨都看得到，有点恶。
最近有点腻，你说 PS4 玩腻了吗？你就先不要玩 PS4 啊，很多游戏好玩的、啊。你看我 PS3 一头拉苦，游戏都还没玩完、啊。我现在还有《战地风云三》，四我没有啊，但是三我有。那个来自台中的窦小姐借我的，然后宇根这边借我的那个《最后幸存者》，我也还没玩。然后还有。书包要我买的那个 Beyond Two Souls 两个灵魂我也还没有玩。啊天哪，我的游戏还好多没有玩完啊，这样下去怎么行啊，入伍前玩不完啊。我没想到退伍就差不多可以存钱买 PS4 了。不要啊，阿西尼看我的，换电电哥，飘飘飘！我每次觉得这招真的很烂哎。没有没有，下巴学员不在我的人生规划之中。啊，保存中。看这么大的机关，到底是哪个妖虚无鬼想出来的？真是不能理解。哎呦呦呦呦呦呦！我靠，我还以为要掉下去，我还以为要回头。烧毁！现在是要我挑战极限掉上去，是不是？哎、欸，等一下，这个我怎么跳？我操嘞！啾！哎，别打脸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谁？决定了，我不要理他们了。我不理，我不理。跳，跳！我操！啊！好了，这一次没问题了。哎呀，干！再一次。哇！干！哎，这没道理啊，为什么上不去啊？Again， 哎、欸，哎、欸，这太难，太高难度了吧，这个操作。
难道是要跳到这个上面吗？不对啊。哎、欸。这样又是 bug 吗？这我怎么受得了？一款游戏超过这么多个 bug。哇，干！我快被烧死啦！难道要用那个吗？哇，没屁用啊！啊，有要出五吗？他还会出吗？我没有收到，我没有看到有什么消息还会出续作啊？有吗？有续作吗？跳下去自杀吗？呼！哦哦 ，M A L T O S 101，午安你好，我是肥宅，我是肥宅熊，没干干的晒，蹲。干，你现在要干嘛？这个又跳不上去。这个最可疑啊，亮亮的，可是也没什么屁用。哎呀，讲是这样讲啦，但是谁知道啊？像沙漠永远都没有出完。沙漠有结局了吗？我记得还是没有啊。啊！AKKPOPO90N， 哇，三小台主还有去自身肥仔，真很难过，快死啦！他不让我抓那个边缘啊，干！哦，这游戏好雷！我现在看有没有别条路可以走啊？哪有？你哪是 mod 啊？还在睡哦？那个拉杆不能拉了，刚刚就试过了。没有没有没有，这代没有，这代招式跟之前的字符完全几乎是完全不一样，这拉杆也不能拉了。
哇，怎么突然上来了？太神了！哎，等一下，我的血量好像剩一点点哈，这种机关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什么叫跳上来是最大的 bug 啊？他本来就该让我跳上来吧，跳不上去才莫名其妙，这游戏怎么设计的？Oh shit！ 我多多多得干！哎，从哪里上去啊？哎，哦，哎，等一下，大哥，这样子有点那个哦。等一下，要换这个，要换皮卡丘，要换皮卡丘，跟着换皮卡丘，一直打，在打怎么打啦？黑帝斯早就被杀死了、啊，黑帝斯四代好像没多久就被杀死了。哦，对了，这雅典娜可以杀了。是有多少只啦？哦，要被夹死了，干！哎，那雅典娜。本来就该杀，好不好？那家伙怎么看都有鬼。啊！现在什么心情啊？现在在耍我，是不是？
Apollo 的肩膀。我的咕噜噜，啊，等等那个哦，黑色微笑猫，好久不见，午安。没有啊，因为雅典娜从头到尾都在利用他啊，他利用他把宙斯，把他爸爸宙斯也干掉了，然后最后那个谁，光头王不想把那个他得到最后的力量给雅典娜，就把他。然后雅典娜就把他弄戳死，把他弄死了。那是三代后面的剧情、啊，因为你从一二代，你就会开始觉得雅典娜是本来就怪怪的。有啊，记得啊，怎么会不记得？哇，我躲！哇！啊，不要啊！哎、欸，敌人太多了，翻脸了！换武器，换武器，换武器，换武器！我也要绕狼，我也要绕狼，我要换一个可以绕狼的武器。绕黑阿迪啦！我错，我错、啊！休想！呀！哎、欸，是怎样啊？大家都一直放龟派气功就跑啦、吃饭配战神哦，这你吃得下去哦，哇塞！死呢！安安 ，Yuko 零一五，我的，哎，对，还有。啊！我都忘了，还有这个分身，分身很猛的。换我拿盾牌了哦。
看再拿一个盾牌虐杀你。西内，烧毁。看楼上扔个狗，我妈的，你这群王八蛋！哦，这个、哦、老化，在吃饭配二零古堡，你们这群人的下饭菜怎么都那么重口味啊？看咱们打的好不好，都吃这些，用这些五四三的配饭吃，你们吃得下去？天哪，是海量的矿黑熊，干！啊，看一下啊，来强化什么嘞？波塞顿的寒冰，真的？你们这样比下来，配下班学员算吃清淡的、啊，就跟吃沙拉一样啊。那感觉像在麦当劳吃沙拉、啊。看为什么这个要25000啊？太贵了吧！这样我还有一个属性还没开，这到底是啥下？Oh shit！那我魔就快没了，干！哦，等一下，等一下，no！ 哎、欸，等一下这边这个太难了啦，怎么会干这么精准的操控？暗属性什么的最中二了，我操！我就是喜欢我中二。哦哦哦哦！天哪！黄花板都没那么刺激啊！我跳！我等一下，后面那一道死光是啥小？
哇，这个 ID 有点难念哦，我看一下怎么念。Tidetidebag 什么 Tidetidebackpack 这样念吗？这是有史以来少数几个超难念的 ID 啊！你好啊，吴安。然后我这样转一圈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一款游戏每个都是那种史诗级的机关呢，怎么？哎，阿伯就一直念一，哎，欧佩安，怎么来一只来福啊？旺旺，啊，来福烧掉，对不起啊。介绍一下，小 K 喽。还有 G Peter， 午安你好。然后玩这种游戏要边顾聊天室是很辛苦的事情，知道吗？都不像 RPG 那样子，可以稍微 QK 一下。哎呀，收回，再来一个。哎，怎么？哦，靠腰怎么突然崩了？哎。还有西西西叉叉一二三二一，晚安你好，我、哦、一直讲晚安，你看那平常半夜不睡觉开台是会有这种后遗症，你知道吗？还有那个谁啊，我看一下啊、哦、，C H E U N G S A I H O， 我看一下怎么拼，Chang Sei Ho， 哇！看怎么冒出一道破坏时光，暴鲤龙来啦！然后呢，我做了这么多，就让一颗头发光之后，后来会怎样？Oh shit！ 等我一下。A25026074NN。对，冲到我家照顾我。你们这些混蛋啊！安安过的人以为我认不出来吗？啊！因为英老师那天很大，超大。哦，这要换属性的。Oh shit！ 这只是我最讨厌的一只怪。攀升开大，有没有很像？
哎、欸，还在用电电呢、啊。哎、欸，他好像比较怕电电呢、欸。潘森要开打啦！安安阿姨 ，Bleach 二八，第一次看台，你好，你好，我是黑仔熊。啊！我操！哎，糟糕了！这个时候只好这样子，新学会了。他不是有魔法了？干，只好绕下低了。等一下了，我要绕下低，不要阻挠我，这边找到下低了。啊！我怎么突然快被打死了？这游戏有没有问题啊？雷电都没有法术可以用吗？哇，哈哈哈哈，好强啊！太强了！我快被打死了，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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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烧毁。只好再来一次烧回秀了。等一下啊，我突然知道了为什么，因为我刚刚还没把它升级。干，难怪我一直总觉得事情有点怪怪的。啊！潘森开大啦！有来袭？不是有来袭，是有来福。哎呦，干！快快快快快快快，把它丢进去！烧毁！哦，等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雷电的魔法长什么样子。啊啊啊！我靠，就百万伏特嘛，讲那么多。靠，好惨哦！就剩他一个在那边被我虐杀。你在想嘛？你就说阿嬤无啦，我房间无人啦，我咧看别行物件啦。我伫咧迄啥 internet 看到一个少个咧电脑尽情嘻嘿，叫我咧唔知咧创哪货，就喝酒诶！你就这样跟阿嬤讲啊？不过阿嬤要是听得懂什么叫 internet， 我这真的也有点厉害啊！然后呢，总算要过去了，是不是？拿回，按住，让我按啦、啊。按住 L2 发动，发动。我干，再一次。哦，来了，发动，复原吧，应该是复原吧。啊！潘森的头要回来了，他开大开到连头都飞走了。这不像潘森啊！
他的头盔为什么开一半啦、啊？干嘛？哦哦哦哦哦！潘森的眼睛，哎、欸，不是、啊、阿波罗的眼睛。奇怪，我刚刚是在这个地方吗？啊，为什么我现在在这里？这不太合逻辑啊！问号，对我现在干嘛？让我研究一下。有点想睡觉，等一下上班前我稍微眯个半个小时，大概三点半收台吧，我要去眯个半小时，应该不会太过分吧。我跳干，唔对哦。是吗？打不爆欸，还是打那个门？那个门一直很亮，很吸引我。打不坏啊！哦嘞！然后又下这个又推不下去，究竟这个游戏要我干嘛？真的吗？啊！断开锁链。哈哈哈！哎，不要那边跳恰恰啦，我很认真想要上去。那是蓝绿色的啦，它只是因为光线的关系，所以看起来很像黄色。没错啊，这可以推吗？不行啊，还是要用火。旁边可以推，推，推，烧毁！往左上角推，哎、欸，靠腰，谁看得到啊？鸡排，哦，这游戏好雷。看我锤一下打死一个，请叫我咏春夜问。
我操！哎呀，你就乖乖的给我锤，是很痛苦，是不是？对嘛，这样不是很好吗？对不对？我干，这锤子好猛哦！我就一直要虐他就好了。哎呀，没锤到，大哥，对不起啊！有啊，我有试过在 Hip Hop 实况啊，其实延迟很低啊，然后画质其实也不错，但是问题就是现在还蛮多的，例如说它会读到一半突然断，就是实况到一半会突然断掉，然后还有像我个人没遇到啦，可是 DA 他们实况到一半会有，就是他们的实况影片会有那个被分割成好几段的现象，还有两秒一秒的那个，我就觉得蛮困扰的。锤子不行，那个是附加武器。哇靠，凶是不是？大声什么？哇！包学长，国防部完全看不到画面啊！这是电影的借位镜头吗？哇，好可怕！后面突然飘一个妖怪过来的感觉。啊！干！哈哈哈哈哈 ！Home run！ 好凶猛哦！天哪！哎呀呀！哎，这样子，妈的！哎，两皮卡丘是不是突然送我一个落雷？没有，就是不一定会有，可是有些人会发生。那总而言之，就是现在 Hitbox 算还蛮不稳的。你今妈到底在放什么电啊？够了，翻脸了。对啊，今天晚班啊，等一下我就要去上班了。我受够了！你还在那边？啊！才看到 Part 2啊，那你中间会 miss 掉蛮多东西的。啊！画面有马赛哦，画面偶尔会那个，会那个叫什么破图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不好意思啊，那个水管来的，那个我水管更新的很慢啊，因为我很懒，因为你从这边下载东西下来，下载影片下来，你还要转档，还要重新合并，然后 Twitch 在这方面做的非常的烂。所以上传的速度就很慢。然后呢，撒回。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要小啦！
好啊，又是一个解不开的谜题啊。我知道用替身使者啊，可是不能用啊，就是。靠呀！你到底是包我还扁我？我操嘞！你看这个时候不能用替身使者，哇！按错啦！算了，干！哎，干！再一次。呼！啊，这是要怎么过去啊？是要我被压成稀巴烂，是不是？哦，哦，我就一直站着就会过去，是不是？好险，我够聪明。大哥不对啊！哥，啊啊！干，这次我真的知道了，你们这次一定要相信我，我完全理解这一次的动作到底是什么。糟糕啦！他快到啦！快点啦！我操嘞！哇！哎，到了到了 ，C 这个好。天哪，太神啦！潘森的眼睛喷光了。收起来喽！
Nice, nice, nice.太正点啦！干，这个要是没抓准的话，不就落赛了？好惨哦，我只是路过。啊！他生气啊！也对了，这要我也很生气才对。知道直接送你一发大的啦！哎，麦帕明，拜拜啦，路上小心啦。锤子，锤子还在吗？哎、欸，还在。我干！我操！哎，锤子好像不怎么好使啊。结冰啦！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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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撤退，我好不容易知道他要干嘛了，解完机关了，怎么可以现在缩水嘛？我至少要知道他们要干嘛。Not much further now, Spartan. Inside there are the eyes of truth, the very same eyes my mother's ruthlessly pulled from Aletheia.I learned of the plot between my parents to overthrow Olympus. I could not believe Aletheia's words. Then she showed me the truth. That the god of war would bring down the very walls of Olympus. I knew I must stop them.
Aletheia and I sought to warn Zeus. But when Ares learned of our attempt, he sent my mothers after us. The eyes were brutally ripped from my beloved. She became a prisoner in her own temple. Ares and my mothers knew that if the eyes of truth were hidden, then their wicked plot would not be revealed. And soon they would reign over the gods themselves. To keep their plan in motion, they need you back, Spartan. They will stop at nothing until you return to Lord Ares. Ares will have to find another to do his bidding. I know he will set things right. Xiao.真实之远。哎，韦德安安，我要收台了，韦德拜。哈哈哈，干！哎，好了，先玩到这里了。什么？我绝对会开关，不是开关，绝对会卡关。开什么玩笑？看我今天晚上如果有开台，怎么轻易的突破这个关卡？好了，那我要去稍微打个瞌睡眯一下，等一下要上班啦。半夜继续，我再说啦。